小月儿，你懂事，回北京吧。不回。为什么？咱俩落到现在这个境地，回去不是刚好让我爸抓住把柄，然后又把你赶走。可是他毕竟是你爹，他也就骂骂你出出气，之后就没事了。你就这么想赶我走？天地良心，我才不想赶你走呢。对，你会跟我回北京，之后又有百般借口回天津，然后就无影无踪，像你以前那样。我不是小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想我呢？我原来那不是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吗？我从来没想置你不顾，是不是？他就是现在，你也看见了，是不是？这没法弄，咱就先缓缓就行。好了，我不能回北京了。怎么了？我已经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干嘛呢你这是？这是给你的教训，让你记住，永远都不可以在我眼皮子底下离开。韩兰，我承受不住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记住了，不行吗？你这干嘛呢？你，哎呦，那，哎呦，那这么着，我给你找个地儿，你先住下。对了，我回去，我找歇一半，让一半帮我，咱们先在外边过。不过，就是咱得过点苦日子了，可能。月儿，这是我能给你弄的最好的房子了，可委屈你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甭哄了，我知道。月儿，这你先拿着，我再给你。你有什么要的你告诉我。哎呦，这被子太薄了，赶明儿我给你换厚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变成你的外室了。小月，别这样，别这么说，多难听啊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把家里事儿聊聊，我赶快就跟你想辙啊。这话你都说了800遍了，你自己还能信吗？我干嘛不信？我等的时间够长了，我怕我等不了多久了。干嘛呀？你别吓我啊，小月，你别吓我呀。干嘛等不了啊？用不了多久啊。你就别骗我了，现在你们家都这样了，你还能有什么辙呀？你回去吧。
月儿，你知道的啊，我心里只有你。那佟丽华呢？你不是没她不行吗？你更知道了，我君命难违，父命难抗啊。所以，她才是你拜过天地的人。不是，我算什么？你这别这样，我难啊。我知道，你回去吧。哎。去吧。你忍忍啊。好。我一定快啊。回去吧。丽华，别难过啊，别往心里去，不值得。哎，行了，我看这日子呀也过不下去了，这么着吧，一会儿我让孔雀帮你拟一份离婚声明，直接登报。这个合适吗？还是再想想吧。你懂什么呀，直接登报啊，这事你就不用管了。不行。还不行呢，丽华，你没看见刚才他把你扔在那儿追出去了，他心里有你吗？他心里有我。上次我们去吃嘎巴菜，他说他不能没有我。还有他去樱花公馆喝多了酒，还记得帮我带玉子烧。你说什么什么什么？嘎巴菜，不是他带你吃的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怎么着，丽华？我听你那意思，还想回去跟他过呢？我找了一份新工作，明天先去上班吧。什么工作呀？啊？石培啊，好，再见。请，佟小姐，请。老师，我想要跟你说的那本书啊，我自己看过，内容特别好，是吗？这个酒啊，你也知道一点。